这个地方水质非常的清澈，上次也在这个地方找到竹编笋，你看这个竹编都装到这里来了，在前面找一看，哇，你看这个缝这么大，这肯定是一个，这个石头都翘起来。这个不错啊，哇，这一个拱得老高了哈，几天没来啊，又拱起来了。这一个又落土了，这里笋壳都变绿了，这个太老了。扒开里面的话还好啊，就是下面那个竹子长上来的。这一条路的话被挖机翻修过了，为的是好运输竹子。然后这种的地方的话也是很容易找到竹编笋的，因为这种竹编基本上都挖断了，一挖断的话它就很容易起粪便。看这一个有点像笋啊，长出了一个小笋。再到边上看一下，哇，这个啊，哈的去，哇，这缝，哇，漂亮啊！这个翻过的土啊，特别松啊，长出来的竹编笋，个头也肥啊。缝这么大，这个都翘笋尖了啊！但是我感觉这下面应该还有一个，你看，它是从这个边上裂开的缝，肯定还有一个，咱们把它挖开看一下。这个石头，哎，果然啊。下面这个漂亮，哇！啊，这个就漂亮，啊，两个对比一下，截然不同啊，这个就不要了。哇，你看路边上这个，这么大的裂缝啊，手指都放得进去啊，啊，这个土也比较松啊。这一个边笋的话，应该个头比较肥啊，露了一点点的笋尖，但是还没变绿啊。就在这个路边，半个小时左右，这里就有3-4斤了。看着这么多啊，但是真正剥起来的话，一个大盘就够了。哇，有一点点老啊，煲汤是应该不成问题啊。如果清炒的话，可能老了一点，可能要削掉一点点啊。大概可食用的部分的话，从这个笋来看，大概是15公分左右啊，可以切掉。然后这一段是没有的，它的肉的话可能就这么长左右。上次在这个路边上挖的，今天又来，又收获了这么多。哎，你们觉得这种竹编笋哈，到了下半年，它这个边上啊，会不会起冬笋？欢迎留在评论区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朋友们观看，下期再见。